Mano ta dia nan ta ma wan na ka ru ka li chuo xin xiang na bu nu ni sa da wu ta si mo si ge di ka nan do ka kuai nan na ge na suan nan ma zhen kai ga zhe mi wu ru ma di sa si ka di ge na pa tong guan ka ma ta yi di na bu zhen a nan yi di na da ran o ka ma ru yi di gu dan ni wu ru ma ka bu lai o wu ru pa ra gan ka di ka nan do纪念碑个嘛，阿都努伊八十八，个里个那简单单个哩，哦都包邮，个里个那日本，哦阿都努伊八十八，个里个那马达登个，那马达瑞萨达古达，什么是格么达古达，我都八达干，个里个那纪念碑个嘛。这个那大妈话那不努伊，什么来个那不这个那难度是来。哦，嘛的八瓦灯啦，我俩五个人平时嘛，他们也做完，那里那探勘同一个嘛哒。哦，卡卡里跟那卓新南安，卡都跟那瓦萨巴干，跟那只能卡都弄。我都嘛的，他们五个人八瓦这样呢，我都马克朗卡里跟那八通古道嘛哒。伊萨巴那个南伊，我俩那作家、那媒体、医护人员，卡里只干南达马瓦那萨老塞古，嘛达巴斯基跟那只能。很开心啊，很开心能够一起这样上去。然后而且可以跟老人家学习，因为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然后所以我们就年轻一辈的就是要多学，要不然以后就没办法学。我今天非常高兴，虽然是我走过几趟，但是还是要因为心里好像有阿公还有祖灵在等着我们，真的，所以我们从心里很激动，很高兴。我罗马西卡西的那罗那探勘队格嘛哒，哦，那麦当安格里只格里巴勒登伊，哦，穆卡嘛的马普拉，哦，嘛的巴干扎巴扎卡达溜，哦，达格绕，哦，马多亚布莱南都卡旺。那达马湾那布努尼，马上个巴斯克嘛的尼蒂姆林格南都里克西拉，伊的南都不只个南，伊的那达兰都巴瓦亚尼。哦，曼南干的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哦，卡迪干的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哦，狗莱亚的伊迪纳保险公司的德玛多古迪，卡什姆干的阿米安南达马瓦纳布努纳卡卢卡的卓西相依，哦，卡迪阿姆达卡卡迪干的瓦萨巴干的登阿卡迪干的玉山卡卢努马迪达穆克什瓦日彦伊迪南都探勘记录吗？探勘队啊，12个人，主要就是想要了解。我们现在这一条八通关古道的这个状况路况，那顺便也想了解整理一下我们这个沿路两岸两边的这些古迹到底有没有毁损。我们中央山脉是我们这个特别是我们布农族的圣山，安排这个行程最主要是希望说让这条古道从清朝也好日据时代也好我们这个布农族的这个心灵的故乡啊，它的这个山林之美啊，让更多的国人能够了解啊。那里呢，探勘队员呢，哦，那米萨萨那找伊，不那这个哒，马拉姆这个哒，马卡特鲁，哦，米萨马公斤伊里南多给那卡苏，哦，瓦萨巴干那瓦萨巴干干里那八通古道关干鲁诺，那对13跟23日的20梦伊，我都在这个干里个那南投县东部。大概快要40了，快40哦。对，哇，阿公家就已经25公斤左右啊。哎，我个人装备就已经10公斤了。大概爬上去我不会很吃力。我之前有在爬南横，那个南横跟西来山。哦，这没有问题。没问题。啊，原住民就是挨着观念就好了。玉山国家公园以阿玛乌南都中中兰扎巴布尤干那布努，卡罗干那吉布里亚干那吉代伊南达马瓦尼马拉亚斯多达阿玛亚乌干那吉布奥多巴尤，亚马卡罗干那1915年干那阿米安伊阿多努伊多斯莫多达姆卡斯布里亚干那塞布伊迪那巴扎阿兰伊迪那大分事件干嘛哒？哦，阿多努伊阿玛乌卡迪干那八通关月林古道卡罗卡迪干那大分住宅所。那大妈话呢？哦，当地办该种个木瓜，马卡朗啊，干那不只个南伊的那达兰尼，伊里个达尼马刷马的尼斯曼啊，巴卡布莱干的个那不只个南伊的那达兰，阿杜努伊马刷巴扎干干的个那布农族纪念碑，阿在对比。